们现在就是回去艾美酒店，然后呢，刚才我说了，就是我们先那个安排几位的话，帮我们送行李到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那个酒店去，然后把房卡拿回来。因为呢，今天那个要跟客户开会嘛，不知道几点，所以的话，你们安排到尽量等会就到了那边，寄存一下行李，然后把房卡拿了就好了，就尽快回来。我们这个大巴，啊，不用拿到房间了，对，寄存就好了，不要拿到房间去了。那个，那个司机的话呢，他可以就等我们，然后把我们也送回来这个艾美酒店这边。所以呢，等会那个帮忙的话呢，就是尽量快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工作人员也会住到那家酒店，我们先去艾美酒店，先把一些我们工作人员的行李也上来，好吧？啊，那大概行程等会的安排是这样。其他不用去那个酒店办 check-in 的话呢，就是到我们那个先上艾美酒店这边的工作室这边去，好吧？